小袁，帮妈妈个忙好不好？口算只需要一秒。换个角度，运算就简单了。咱们之前理论都没有错，就是换个算法。灵感是熬也熬不出来的，咱们赶紧回月里重新推算一下，换个角度。啊？他走了。嫂子。那你……没事，你摸摸。不少了，是不是？走吧。你继续吃饭啊。嫂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妈妈，爸爸走了。嗯。那这凉水还要吗？不要了。